这半年来财物接连失窃，在下徐有功，洛州掩饰人士。你在家乡屡破奇案，我早有耳闻。这几起案件作案手法相似，用的都是吴三所的机关锁。密切注意此人，一有风吹草动，马上向本官报告。 之前案还没眉目呢，上又来了个离奇命案。我想到了，王家的人脸色非常的苍白，像是长时间没有见过阳光。除了大更人，叶香富就只剩下传说中的地鼠。说得好，今晚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今天就让你们血债血偿。 破奸犯科之人，罪行必将败露。